我们看到他了，我们走吧。 我不是刚走过那辆车吗？他们一定在跟着我。 快一点！你好，汤姆·格林，你们做那作业吗？没有，我的狗吃了我的作业。你呢？对，我觉得作业好玩也很容易。 我不喜欢四安西老师，他是一个不好的老师。这个真无聊。我可以占这个课有一次，可是我得小心一点。 大卫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们得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不知道。我想要去吃饭。大卫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 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答案是35，不可能是数字，这是一个历史问题。汤姆，他没有在听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扣掉他？请他过来玩电脑游戏吧。好啊，现在我们等着。 有人在看我吗？哦，没有。该去自习课。好吧。
那你要作业吗？有。什么作业？数学和理智。难吗？难。放学后，你想来我家玩电脑游戏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来吧，我有新的神奇宝贝游戏。那好吧。可是我们的了，我们还要别人的帮助吗？好，叫他爸爸来。好。你有把跟踪器放在身上了吗？放了。我为什么答应跟这几个笨蛋玩电脑游戏？你们要什么？你知道的，你的超能力。你是新的军方武器，来的白背寒。靠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时间到了，他们怎么有办法要找到我了？我们知道你在那里，出来。靠，他们找到我了。